喂，小伦，今天午后我跟阿宝煮个 ban。看你昨天琴弹的还不错，算你一份，怎样？啊？江江一言为定了，说话要算话啊。什么说话算话？李湘伦，你也过来。站好！站好！谁说可以在这里吃饭？这里像是一个吃饭的地方，啊？你会在餐厅里面跑步吗？我为什么不把衣服塞进去？哎，这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皮带？你以为自己是歌星啊？领带是这样打的吗？不会，头发明天还会剪，我帮你剪。女生喜欢嘛？女生现在喜欢不男不女的吗？讨厌吗？一二三四五七八八根，我可以要一根吗？烟呢？八根烟，好，八个秤，快！哎呀，这算是什么朋友啊？有烟的朋友，你走，走。